大家早上好，这个都没睡醒的声音，你们好不好？好啊，这还差不多，再来提提神，好不好？好 ，Yes， very good。这个给大家讲个笑话，为什么让你们隔开了坐？这个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这个课程，就是上了师父的狮子班。狮子班在我师父的这个排序里面，它是三年级的课程啊。然后我往那儿一坐以后呢，周边前后左右一个人没有，我就觉得我这个 power 特别大，这个八面威风。我往那儿一坐，然后谁也不敢靠着我坐，我还觉得自己挺牛的。后来这个熟了以后，师兄才告诉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挺牛的，你往那一坐，然后身边都没有一个人坐在你身边。我说我是觉得挺牛的，我是不是这个威力太大了，威震八方，然后没有人敢坐在我身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都吃素吃了大概最少上狮子班你也吃了3到5年素以后，才有资格进去师父的狮子班。说是谁坐在你身边都受不了你的味道，浑身冒臭气。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功夫师这个讲课里面，跟这个普通人不太一样啊。这个普通人讲课呢，大家听2-3个小时特别累，但是听师父讲课呢，就是你坐7-8个小时也不累。有的时候师父加强班，他7-8个小时讲不完，就是一气讲，大家也不饿。结果忘我7-8个小时觉得就是3-50分钟就过去了，那叫加持力。说是听功夫师讲课呢，他有个规矩，就是大家要把这个身场放开，你不要提心吊胆，绷着个脸，绷着个心啊去听课，你要放松。放松的还要把头顶2扇门打开，手心2个门就是 open the door 啊，把这个门开，脚心2扇门打开啊，这个至少是6道门打开。打开的目的是什么呢？百会这个门连通天和地啊，这个是天，来自天的这个能量，宇宙星空的能量螺旋着能够进去你的身体的中央。然后呢，手心脚心打开的目的就是冒臭气啊，这就是让你们彼此之间坐远一点啊，待会儿不要闻到某个人身上一股子臭气，然后就受不了，在那起嗔恨心。说以后你们上课都是隔一个人，隔个椅子坐一个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彼此身长不受影响啊，不能够怪任何人，因为你们没有受缺失很多的教育啊。缺失什么样的教育呢？你此生缺失的是生命的教育，就是你是个人，你是个人，你是个什么东西？中文叫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不懂英语怎么翻译啊？这个中文很有意思，他说你不是个东西啊。这我们中国人有骂人的一句话，是这个家伙真不是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它就不是人啊！这个桌子是个东西，手机是个东西。那说你这个家伙不是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好的话。人家说你是人，你不是东西嘛，对不对？你不是东西。然后呢，这个但是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啊，就是你不是东西。那有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又是骂你的。什么意思？你不是人，你是个东西。你连个人都不是，你是个东西。东西就是物品，没有灵性，没有感情。中文是这样的，说是经常给翻译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翻译不清楚，一会儿说是个东西，一会儿又说不是个东西，到底是东西还是不是东西啊？那么我们人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天地中间有很多的万物啊，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人是属于哪一类的东西？说在现代的这个生命科学里面，他们把分成动物、植物啊，就完事了。人属于什么东西呢？是人属于高级动物。这是西方的这个关于这个自然科学的一个分类啊，有感情的叫动物，没有感情的叫植物啊，还有一种不是动物不是植物的就是普通的岩石啊无情物啊，它没有生命，水呀、啊、它因为岩石没有生命，这个水没有生命啊，植物有生命，动物有生命，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认知。实际上万物皆有情，那个流水有情啊，这个岩石大山有情啊，这个是在中国古代叫万物皆有灵。那么换印度圣者释迦牟尼的一个说法，就是众生都是佛，都有如来德相啊，也就是那个岩石、那个流水、那个植物啊，那些动物跟我们人这个是一类有情，叫绝有情，连水要绝啊，水里有什么？所以中国古人说水里有龙，世界上不只有龙啊，你现在鱼虾蟹鳖，对吧？那这是不是里面养育着很多友情？养育着很多友情，那些友情对水的恩德，水对友情众生的这个水中族类的功德，它相当于母亲呐、啊。没有水它就死亡了，没有水它就不能够这个繁育啊，它就不能够养育啊。说是这个众生皆有情啊，皆有情，然后这跟我们现代所学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这些人被现代教育了之后，先入为主，我们觉得那个水没有情，大山没有情，说山我可以随意的把它炸掉啊，我要开矿，我要采矿，那么我把山可以给炸掉啊，我要这个改河道，这一片地我要用，我要使这个流水改河道啊，随便把河道就改了啊。如果山有情，它就跟你的身体一样，你的身体被人家大卸八块，你是什么感觉？如果水有情，也跟你身体里的血脉血管是一样的，那随便把你的血管弄个钳子，一会儿拨到这面去，一会儿拨到那面，不是按照你自然的一个生理去布局的话，你是不是就乱套了？你心血管全部系统就乱套了。所以是这个中国有个圣人叫老子，他特别强调是什么呢？叫道法自然，就是这个水它这样流，山如是在这个地方呈现着高峰，那么山它就是山，它就应该在那个地方，水它就是水，它就应该在那个地方，叫道法自然，自然而然，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人类进步了，开始尊重自然，但是还没有进步到不再对大山动手脚，不再对山川河流动手脚，因为他们觉得它还是无情的。但是历来圣贤，包括马来西亚，我们去马来西亚
这个去深山老林那个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的时候，当地人就告诉我们，你们小心点儿。我说我们小心什么？他们这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这个山里有神，有山神啊。这个我们当时去沙巴，沙巴那里有个神山啊，神山呢，这个去了一批老外啊，你们今天在座很多老外，你们老外呢，这个喜欢自由啊，然后到了这个神山沙巴山以后，上到山顶啊，人家当地这个马来人，不是，这不是华人，不是什么信仰，不是，哎，马来人就认可里面有山神，说特别提醒这些，说你们不要太自在啊，这个要恭敬，他们不恭敬，干什么？这个晒太阳啊。这个那年我来德国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坐火车一路往火车外，很多人就在那张望啊，尤其亚洲团队都喜欢看窗外干什么，这个晒太阳，晒太阳一丝不挂，男女脱的一丝不挂，连内裤也不穿，胸罩也不穿，就这么大太阳底下晒太阳。你们觉得 OK 挺好，这个晒太阳，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我要 warm 要温暖，然后增加紫外线哦，所以他们就干了这个事。到神山以后，就是这组老外呢，就全部的白人全部就脱光了衣服，男女都脱光了衣服在那个地方，然后跳舞晒太阳，然后很嗨啊。结果下山就死了三个人啊，这个一组人里面三个人就暴毙流鼻血死掉了。这个然后他们就慌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当地他们有土著的马来的这个长老阿訇，然后就过来看一下，说你们要忏悔啊，你们亵渎了山神啊，是不是？这个到底是东方认为有神的，还是西方认为有神？是山中有神，说是山有情，那么那个有情是除了你看到的肉眼的这个岩石、土壤、树林之外，它里面还有个生命存在。什么意思？有人在你身上脱了衣服又跳又唱，光这个身子不恭敬，你会怎么样？你肯定扇他两巴掌，他发怒。哦，所以是就带头的几个就暴毙啊。在人类来看，这个邪恶的神灵啊，你这个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命拿走啊？在山神来看来，你们这些邪恶的生灵啊，像蚂蚁一样可怜的生灵啊，骑着我的头啊，这个在我的脖子上骑着脖子，揪着我的头发，不恭敬我，丑陋的躯壳露出来啊。山神是这样的角色，所以他就发怒了。山神大，他一发怒，就像你发怒拍四个蚊子，拍四个苍蝇，拍四个蚂蚁 ，yes， 很简单的。所以他最后那个人家这个宗教是伊斯兰宗教嘛，马来西亚，他说你忏悔，我们替你向阿訇祷告。那几个病的都不行了，全部生病。然后最后这个他们就哎呀，说我们不信你们的马来西亚。但是为了命，你让我们怎么忏悔，我们就怎么忏悔。生命和宗教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人类很愚昧，有宗教是个好事情，有宗教信仰真的很好，自我约束，靠主的加持力，靠佛陀的加持力，靠圣贤的加持力，这很好。但是往往迷信进去以后，把这个宗教化成了我的宗教、你的宗教、他的宗教，这就出问题了。因为所有圣贤无论是西方圣贤耶稣基督、东方圣贤老子、印度圣贤释迦牟尼，他们都发现的是同一种东西，就是生命的真实相。
宇宙的真实相。他们是智慧者，大智慧者，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的智慧的人。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嗯，他们就是按照人家指定的仪轨做了一遍，哇，没有任何药物，全部都苏醒过来了。什么原因？这就是我们今天生命教育的一个失败。你并不知道肉壳不是你。我们每一个人认为这个肉体身是自己，然后不知道这个肉体身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就以为是一堆血肉啊，然后心肝脾肾肺这些零部件儿，大家都有开汽车的经验，汽车是不是你？汽车不是你，但是你驱动汽车走的时候是人和机器合一，那汽车就是你。你想往左它就往左，你想往右它就往右，你想刹车它就刹车。说是当你使用汽车这个壳的时候，汽车跟你是一体不二的啊，你想左它就左嘛，你想停它就停嘛，那就是不二的，就是一个整体的。但是你下了汽车到家了，你是不是汽车冷了，汽车里面走出个东西来，你这个东西从汽车里走出来了，回到屋子里面去了，汽车在外面，你在屋子里面。 Yes， 你的躯壳是什么？你的躯壳就是跟汽车壳一样的个壳，里面有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是可以离开这个汽车壳独立活动的。人离开汽车壳回到家里煮饭炒菜，不是汽车轮子做手，两个手变成汽车轮子在炒菜，你没有用那个汽车，汽车在外面。而我们今天生命教育失败之后，大家以为汽车壳就是我，是我炒菜的时候是两个汽车轮子在呜呜呜呜在炒菜，对，很可笑。关于生命的认知，我们愚昧到极点，不知道自己的躯壳好好的，里面的那个驾驶员生病了，这个汽车就左扭右扭，喝醉的酒在驾车嘛，他喝了醉酒，主人醉了，汽车就不受控制了。你身体里的主人醉了，你的躯体躯壳就不听使唤了，就生病了。是人生病，是人的躯壳生病，还是人体里面有一个东西生病了？有一个东西生病了，它反映在人的躯壳上，躯壳上就有不适，头疼脚疼腰疼，到处不舒服，实际上是里面的驾驶员生病了。那现代医学呢，只对人的躯壳进行整治，不行卸你一条胳膊，你不胳膊老疼吗？把它卸掉不就不疼了？你没有胳膊还会疼吗？哎，看起来很有道理。肝脏疼切一块啊，女性子宫有肌瘤切掉摘掉扔掉，那不是子宫有问题，是你主人身上有病，反映到了这个子宫上，反映到你的肝脏上，不去治里面的主人，反倒去治汽车轮子啊！你看汽车东摇西摆的，哦，这汽车轮子有问题，实际汽车轮子没问题，是主人喝醉了酒，你不治主人，你治那个汽车轮子，就以为他在不再东摇西晃了，实际他看起来还是要东摇西晃，你们走路不稳，东摇西晃前仰后，要晕了，什么晕了？这个躯壳怎么会晕呢？这是一堆肉啊，你不是里面的那个晕了？
我们中国人叫神，连他那个神晕了，神病了，神病了治神呐、啊，主人病了治主人，驾驶员病了治驾驶员呐、啊。但有时候也是汽车轮子坏了，你就修汽车轮，肉壳也有问题啊，你摔了一跤，腿摔断了，对不对？腿摔断了，这个时候要治这个这一条腿啊，因为这是物质，这是躯壳，你必须用这个方法去修汽车轮子，去修自己的腿。说是人体 4% 是物质的， 96% 是由暗物质、暗能量、暗空间组成的，一气不可测，八脉这个什么东西这些都不可测的物质组成的。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多么的失败，你们做 meditation 做禅修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高级的灵修，你用什么在修？是你用肉体上携带着肉体软件在修，你就在物质界的 4% 里面修。你如果有方法去启动自己体内 96% 的系统，让自己体内的真主人去修，那才能够体现耶稣基督所说我们是属灵的，我们是修到灵上面去了，我们是修到了可以独立于人的躯壳而存在的灵体上面去修了。这个课程从10000年前我们这个人体老祖先，我们在10000年前整个的地球经历了一个小冰河期，这个到底是原子弹爆炸、氢子弹爆炸引起的尘埃遮住了太阳，还是行星撞击地球形成的尘埃遮蔽太阳，使太阳的光照不到地球上来，所有的植物死亡啊，然后所有依赖植物而生活的动物死亡，那么包括我们上一个人际的人类，因为用肺呼吸吸进了这个空气中的尘埃，大量死亡。同时因为没有动物做食物，没有植物做食物，你不吃饭不能活的人大量死亡啊，一个空气对我们很重要，一个食物对我们很重要。那么东西方在西方的传说中留下了这个叫挪亚方舟啊，挪亚方舟保留了人种，保留了一些动物的种。那么东方叫山顶洞人，在北京的考古学里边发现了10000年前的人类的遗骸，但是都在山顶的洞穴里面啊，他们起名叫山顶洞人。为什么呢？冰河期过了之后，然后地球上泛滥的是大洪水，这个产生了地理的大改变，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包括我们今天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上都发现贝壳沉淀的这个岩石，那就证明当时的喜马拉雅山是沉淀在海底的。后来这个地球这个地壳变动以后它抬升，那么原来是海底的，之前是高山沉沦，说是我们经过了10000年的进化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类。可惜的是我们变成了愚昧的人类。为什么叫愚昧的人类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不知道自己的肉壳身中原来有真主人，不知道身内有身，不知道身内身可以离开自己的肉体独立
生存丢失了这个生命的真实相，丢失了我们万年以来历代传承的口耳相传，老祖母告诉孙子，孙子成爷爷了又告诉他的孙子，这样一辈一辈的口耳相传的东西大家不重视了，觉得都是落后的东西，老掉牙的东西，都是老头头老头老太太告诉我们的东西。但是这个在师徒传承中一直从万年前到今天，这些真正明了生命实相的师父们，并且他们证明出来的这些圣贤们，他们不肯让这种口耳相传的东西丢失，通过收徒办学教育在延续着这样的一个法脉的流传。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东西，就告诉大家，你的身内有身，叫身内身。这个身内身，它将来你把它聚成形，使它金刚不坏，就像一个小 baby， 你刚才刚怀他的时候你不能生他，生他出来就是一滩血，血肉模糊的一堆肉，很多流产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是一堆血肉模糊的一堆肉，说你把他生出来就是害了他了，你非得要九月怀胎十月怀胎，使他胎元气足神足形全，然后才能生他，生他出来他就是个 baby， 他就是个活泼泼的人。是你不能一怀孕三个月两个月几个月你就把他生出来了，那就害了他了。是是，人的身内身不能在一开始成型的时候就让他出体，如果出体了就是一对血肉模糊的东西，或者是稀里糊涂的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的，叫混沌的东西。混沌的东西它没开窍，没开窍就不能用。所以这里面古人总结了身内身的一系列的传承的技术方法，在什么时间使身内身离开肉体变成一个金刚不坏的一个身体，叫身外身。中国古代有个圣贤叫老子，他在自己的经典中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叫外其身而生存。很多人不懂什么意思，是意思把自己的身体忘掉了，然后你就永生了啊，就以为是这样的。那很简单，我现在去火葬场把你填进去，你就没有身了，没有身了你就永生了啊，你非得变成厉鬼回来找我报仇不可，我把你烧死了，活生生一个人我把你烧死了。你外起身，你从身体里出来了，然后你就永生了，你就感谢我把你烧了，是不是？你回来一定变厉鬼，冒着火要爪子那么长的要找我报仇啊？对，说不懂，不要装懂。人这个身体，虽然它只是我们此生用的一个工具，但是十分宝贵，人生难得，十分十分宝贵。古人说宝贵到什么程度，你弄豆子，我们吃的黄豆往墙上丢，丢要丢到那个豆子在墙上不掉下来，这么一个直的墙壁，你现在往上丢黄豆，你看你什么时间能丢一个豆子它在墙上不掉下来？可能弄了100万年1000万年那个豆子也不会不掉下来。这人生就这么难得，是偶尔这么一个豆子在墙上不掉下来，你得了一个人生啊。这个气，这个身体特别的宝贵，很多人说我不想活了，
你不想活了，下一辈子能得个什么身体啊？很难再得到这样的一个宝器，这可能是千年的等待，万年的期盼，才换来了此生有这么一个宝贵的生命体。说这个生命体虽然是未来要把它埋在土里化成灰的东西，但是现在不能，要爱惜这个身体，要它使它变得健康，变得长久，变得耐用。是这个要用技术方法去改变自己的生命体。为什么要改变这个生命体？刚才说你外其身而身存，你出来的身外身长得像谁？ Yes， 像你。我们一定在这张脸上修32相好，80随行好，在这个身体上修福泰啊，不能长恶鬼相啊！你们现在什么什么小风腰 A4 腰啊，这个小细腿儿啊，以为这是美女，这个是恶鬼道来投胎的啊！你看那个恶鬼饿的脖子细，这个身体瘦干瘦的。你看那些圣贤像，圣母很饱满，很漂亮。耶稣基督很饱满，很漂亮。中国的佛菩萨很漂亮，很丰满。哪一个菩萨长成 A4 腰，小蛮腰，然后小细腿儿，饿的风一吹就要折了。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毒素，整天减肥减肥减肥，你是有福不会享。我来到你们这里美国特别开心，看的每一个都比我 fat， 都比我丰满。我这想着，我还要再多吃点，不要有福不会享，这个要享福啊，这个要丰满。印度女性今天还是以丰满为美啊，这个所以是这个叫有口福，要会想减肥啦，那个又不能吃啦，那个有些东西是不能吃，在将来的课程中再给你，这不在这个课程里边。但是记住，生命体的健康，生命体的健康，你不要在乎它长体重多少啊，难看不难看，只要它是健康的。就 yes， 你不能饿得自己越来越阴沉啊，越来越活在自我的世界中。我们看很多影星中途夭折，为了这个什么束腰，为了是演员嘛，这个为了保持体型啊，束腰，然后饿自己啊，然后最后饿出精神病跳楼啊，因为完全违背了一个生命的自然属性。我们长着一副好肚肠，胃好，脾好，肠子消化的好，那你一定要多吃嘛，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一副恶鬼相嘛，又不是吃不起，是不能吃，不想吃。很多人我不想吃我就不吃，你是有病了。哪里有病了？要么是消化功能出问题，对吧？吃了不消化，不想吃，啊，要么是脾胃不开，舌不开，然后没有味觉，鼻子不开，没有香味儿，闻不到香味儿。我们的饮食叫这个色香味俱全，你要眼睛，要么眼睛昏昏，看不到那个很美，哇，这食物很美哦。色，看它的色，调厨师调的那个色很美，色，哎呀，香气来了，哇，胃口开了，鼻子好用，看见没？到嘴巴一尝，啊，舒服，味，味觉，味觉，舌尝味儿，
这个我这讲个笑话，到德国，然后我师父最爱吃的是面条啊，中国那个打卤面，它是素的，素的打卤面也很香。我们吃面条的时候呢，这个筷子一下去，碗一端，啊，然后嚼吧嚼吧，先吃了气儿，然后尝着那个汤的味道，然后再嚼面条，啊，再吞下去。这后来呢，我们这个有好心人请我们去中餐馆吃饭，请我跟师傅，然后这个去了吃饭，我们俩就抄起筷子，再一听怎么全场一点声音没有，再抬头一看，唰，全部眼光盯着我们师徒俩看，翻译就蹲着个头，弄了个筷，弄了个勺在那 ，Chinese noodles 啊，这样吃法啊，卷卷卷，放在嘴里，还是这样吃吧。然后低着个头，也不敢看我，知道丢人嘛。爷俩在这吃这种吃相，你妈饿了多久了？这种吃，师傅从那以后再也不去餐馆吃面条。后来有一次实在憋不住，给德国人办学，那都全是你们白人啊，然后给德国人办学。他说：“你们知道吗？吃面条要怎么吃？”啊，他就讲这个。一吸了进去以后，你这个吞了一口气，咽，这个将来你们跟我学高层次要练这个咽喉的咽，咽喉，这叫喉轮，必须练咽的功能，就是吐舌含精以后一吞，这个力有没有力？有力，咵一口气一压，气沉丹田，因为通过这咽压到胃里去了吗？胃气再往下一降就到下丹田了吗？气沉丹田，所以说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胆固醇，这些病得不成。为什么？就这一个吃相就没有了，吃嘛嘛香。是你们今天跟我学的是风火瑜伽，这些功夫都要练啊。然后这个色香味，刚才说眼睛要看着那个面条里有红的有白的，白的豆腐吗？红的胡萝卜吗？这五彩都在，五色心肝脾肾肺的颜色都在里面。然后这个好吃啊，舌头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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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练功夫？那舌功啊，你们那个面条放在嘴里，那舌头不开心啊。舌头它没有啊，那个不开心呢、啊。你要开口，舌窍就开，舌通着心脏，不得心脏病的，对不对？你老是闭着嘴，阴得很，不肯说话，哦，你们叫 gentleman 是吧？绅士风度，然后有气往自己肚子里发，不允许跟别人发。Gentlemen 实际是 no gentlemen， 叫 angry man， 是你们叫什么？发脾气叫什么？发怒 angry man， 闷在身体里面，气不往外发，变成肝癌，变成毒素。我们这个体内有液，液气光阴，液体的、气体的、光体的、阴体的。啊，音波啊，声音的音波，音体的这四种能量。那这个液不能让它有毒，所以说你这个怄气、闷气吞到肚子里，闷住了，化成毒液，伤害自己的肝，伤害自己的肾，伤害自己的心脏，变成体内的液体是有毒的。是男孩子要发脾气，阳刚嘛，有话就说，那句话我们就不好说了，中国话叫有屁就放，你不要加了个屁啊，我放了人家会骂我臭，有屁放出来那个气不在体内。大家知道酸雨吗？啊，我们自然现象中有一种酸雨，这个大地上的这个水里面有毒，有硫酸，是不是？太阳一蒸发升到空里去，
变成酸雨，再下下来怎么样，满地焦土，所有的植物都被它伤害了，是雨但是都把它烧死了。对，你们有屁不放，有话不说，憋着，最后体内就形成了这种比酸性毒液还毒的毒液。这种毒液就伤害你的五脏六腑，伤害你的心肝脾肾肺，使里面的液体，心肝脾肾肺五脏都有五脏液，使五脏液体变成了毒素，然后再烧你的肝，烧你的肠子，烧你的胃，胃穿孔啊，肠子里面的有溃疡啊，都是烧出来的，都是硫酸一样的毒液烧出来的。所以这个男性的阳刚，有脾气要发出来，有话你要说出来，不要闷在自己的心里。虽然是把老婆气死了，把同事气死了，等会儿再去哄嘛，大不了买个 LV 包给他嘛，那他就比什么都开心了吗？那不就过去了吗？那你不发脾气算怎么回事啊？你病了，你死了，他没人照顾了，对吧？不划算嘛，对不对？有屁文明点，不要放，放出来那是毒啊，放出来肠道里面就没毒了，憋回去了。所以是有的人，刚才为什么让你们坐远一点都彼此，有的人身上很臭的，憋尿骚烘烘的身上，憋屁这个憋屎臭烘烘的身上，那师傅就待会儿给你们一加持，哗哗哗场景一开，哇，那旁边人受不了，对啊，不健康，不是亚健康，是亚健康。你们现在这个整个的生活的习惯不自然。师傅说那女性怎么办啊？男性发发脾气放放屁，那女的干嘛哭，那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是很好的招。要哭，哭是什么？哭流眼泪，提呀、啊，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出来，排毒啊，啊，这个肝毒排出来了，眼睛出眼泪，肝毒排出来了，鼻涕流出来了，肺毒这个排出来了，肺主忧，忧伤的忧，悲哀的悲，是整天你们就，悲悲惨惨，凄凄切切，啊，好像是李清照的词吧，凄凄惨惨。啊，悲悲切切啊，你看这是李清照对女人的写照啊，说女人的命运是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在你的手里，一哭二闹三上吊，师父教的，掌声一下，记住很好用。你不哭真的是很难排毒的，说你们以后家里就是这样使劲吵啊，这个不吵有问题的。经常你师母说，哎，看人家过得好日子不吵架，我说你去问问他俩一定有病，心肝脾肾肺一定有病。为什么不吵架？不吵架你这个情志难以舒张啊。我们的忧思，忧是指的肺啊，悲忧这是肺的功能失调，思是脾胃。我们中国有句话是这个昂头女子低头汉，什么意思？你找老婆找老公不要找这两类人啊，走路这样昂着头的女子，这个反叛逆。为什么？女性主柔顺啊，这应该羞答答的，还看人这样的，哎，羞答答的，你不要昂这个头，这是女性，这个女性你千万别娶回去，完蛋，这一辈子你就等着遭罪了。低头汉，这个男人有一副昂刚阳刚气昂昂的，对吧？然后昂着个头，挺着个胸，阔着个步，啊，一看一副将军相啊，找这样的男人有靠嘛，有靠，他可以护你的场，
哎，那个男人低着个头不说话啊。我们说这种男人骨洞太多了，男性的刚阳他起不来啊，变成娘们儿啊，这个老是在算计，老是在算计，老是在盘算，哎，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出息，那你就要跟他受苦嘛。这个养生之道，这个禅修之道在什么地方？日常生活中展现出自己的阳光亮丽，这就是阳性的。不要整天老阴天，要下雨你就下嘛，你又不下什么意思？你该哭你不哭嘛，你不是这就不下雨啊，是吧？你要哭要闹你就哭你就闹，不要上吊，上吊了做吊死鬼那玩意儿的话，这个下地狱受罪的啊！上吊是吓唬人的，不能真上吊，真想不开上吊，这个做吊死鬼这开玩笑，这是玩笑话开过，就是告诉大家养生之道，别把它，我打坐的时候是养生，我在那冥想的时候我是养生，你的时间更多的是用来生活工作过日子，你在这个过日子里面，在工作中，在日常的吃喝拉撒睡上修练哦，那你就才能够长生，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普通的一个养生之道，说是破除你的思想的一些陈旧的老掉牙的套路的东西。我们被教育坏了，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要这样吃 noodles， 闭着个嘴，不健康啊，这是错误的教学。因为你们要文明是装出来的文明，为什么这种吃法最后吃的不健康怎么文明？外文明始于内文明，你身体里面都是光，身体里面都是阳光明媚的清大晴天，不是老阴天，那你就健康长寿。你如果天天是老阴天又不下雨闷着，就完蛋了，身体一定出问题。身体有问题了，内文明不文明了，外文明医生就开始用刀用锯子卸你的东西了，那怎么文明？那是很残忍的一个东西，拿手术刀哗啦肚皮拉开了，哗啦一个东西摘出来，那文明啊？那好看呢？不好看。是要自己的内文明都文明了，医生没事干了就文明了啊，这个叫外文明。我们今天哪里的人最多？医院里的人最多。这个我们看不到寿终正寝的人，看不到预知时日的人。什么叫寿终正寝？就是我死的时候没有病，没有病死的，自己知道这个那个要走了，自己的主人要走了，这个东西他不用了，汽车要报废了，要交到报废厂去报废了，你肉壳身要交到火葬场报废了，交到殡仪馆去埋了，这报废的一个零件而已，一个汽车而已，一个汽车壳而已，主人不能一起埋下去，主人也不会被你埋下去。这是当我们死的时候，你的身内身一定会出来的，不会随着这个肉壳身一起去沉。但是如果你们活着不修不练，不去活着死，活着的时候自己的这个身内身就能出壳，就能自在的话，死的时候才出壳，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我们的身内身是由一种光和气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轻盈，不受地心引力，当他才从这个肉体中解脱的时候，他在你活着的时候化成生命光，
融在你的细胞，融在你的骨骨髓里面，融在你的身体的，乃至于你的头发没有掉，从头发根到头发梢都是那个生命光。但是你死的时候，这所有的生命光要聚在一个点，这个点呢叫不死的明点，它是个一个小小小的针尖大小的一个点，叫 pole， 不是一个区域，不是一大片，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到底有多大呢？说是你要佩服古代圣贤的洞察力。古代圣贤不是一群神经病，你说耶稣神经病，释迦牟尼神经病，搞了一套宗教捆绑着，不是，他们是生命科学家，他们用自己的内观力、内文明的冥想力，洞察了生命的所有的实相，我们生存的宇宙的所有真实相，这包括了今天科学家用仪器不能测的 96% 的暗物质、暗能量、暗空间。今天科学家承认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两种能量，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暗物质的，物质只占 4%， 暗物质充满空间占 96%。 什么人可以使用和观察这个暗物质、暗能量、暗空间呢？科学家不行啊，现在的仪器对这个只知道真实存在，他们不是说不存在，已经明确知道真实存在，占的比例数 96% 也告诉了我们，但是无能为力，用现代的仪器无能。那么古代的圣贤他会用这个东西，用 96% 的暗能量、暗物质、暗空间，那他都必须去看到它，去 touch 它，去触摸它，去引动它，去驱动它，去使用它。这就是圣贤远远高过现代科学家的本领。现在教给大家的一些技术方法，我首先声明，通通不是张卜生教授的。张卜生教授没什么本事，我只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呢？我肯 follow， 我肯跟随，我肯 copy 复制。我当年师父要教我东西的时候，他说你要向我承诺，我教你的东西不允许改。我就跟师父开玩笑，我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一定要改嘛才进步嘛。师父说你滚蛋，我不要教你。哎，一看这师父有本事，又得跟人家学，那就装着哄他开心呢。然后就说师父师父，我同意 copy， 然后不改。师父说你小子，你不用骗我，你是鬼精灵，你自以为自己很聪明，肯定我一教你的东西就会给我修改了。他说我教你的东西不是我的，是古代师父们经验积累来的。那么在时空转变的时候，师父们都要去做实验，科学实验。做科学实验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实验结果证明安全有效的才往下教学。中国唐朝啊，这个秦朝、汉朝、唐朝啊，这个纪年大概唐朝是离今天1000多年前啊，在1000多年前到2500年前，也就是2500年前到距今1000年的时候，这个时空点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星体的位置在更高位的空间，星体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导致时空场的转变。
那这里面就对于我们这些如何使用身内身身外身的技术方法进行了一次大的适应。这个以前师父们修道比较容易，遇到师父把你脑袋瓜子啪啪啪拍散一下，啪一起灵咚，把你的魂送上去了，三魂七魄，把你的天魂地魂咔吧一扭，人魂看着尸体，那两魂上去修炼了。而这就叫出神法啊，出神法直接就用魂上去修了，天魂地魂师父带着就走了，上去修修炼去，再把他送下来，一次七天啊，就隔七天后回来。所以是在经典中，你们现在看的秦汉时期的经典，有一旦入大定以后没有脉搏没有呼吸，大定七天就是真正的，就是这个人就是死人，身体也是冰凉的，没有体温。但是七天后他会复活啊，他的魂归来的时候他会复活。所以你们知道中国有个神仙叫这个铁拐李啊，铁拐李他修道的时候他是个富家子弟，特别有钱，文雅书生，白面小生啊，特别潇洒。他就用这个方法，在唐朝之前他就用这个方法，师父就送他上去修。所以每次大定七天再还魂回来。这个为什么要到天上修啊？所以是这个，今天我们是觉得这个很多东西是不可思议的。那但是今天科学家告诉了我们大量的事实以后，使我们豁然开朗。哦，原来要去天上修，不能只依赖于在地球上修。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古代的这些身外身出体的这个方法呢，就特别的显得珍贵。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这是一个大南瓜啊。这个南瓜为什么长这么大啊？一个小孩儿来抱南瓜，南瓜你们知道是都是多大的？这种蔬菜呢叫太空蔬菜。我们的宇宙飞船把种子带到天上，脱离了地心引力，然后在太空一转回来，用同样的水浇条件，同样的地球上的土啊，来栽培。没上天的南瓜长那个样，上了天的南瓜长这个样啊。试试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身内身身外身的修法，这个而不是你们的简单的在那练个呼吸法咯。我说那么你们练 meditation 练什么？他们说安静咯，然后 relax 啦，放松啦，专注啦。啊，完蛋了，这根本就不是圣人教的 meditation， 这不是圣人教的禅修，不是这个回事。你怎么去获得这样的能量呢？你只是一个 meditation， 只是一个放松 relax， 然后你是比一般人进步了，因为你少了很多的烦恼，但是事实上你没有大的改变。我们的身内身里面要有 energy 能量，要有三种能量，你们西方只叫 energy， 我们是有三种 energy。 第一种 energy 叫精，是液态的，就是五脏里面都有精华，精华凝聚起来的液态物，我们叫精啊。那么精之外的另一种 energy 叫什么？叫气。这个精它不能使用，比方说我们家里的 gas 液化气，液化气是液体的，液体的要用压力在一个大气压的这个状态下释放成气体，液体转气体。 OK， 液体转气体以后，气体光有气体也不行，你还要让它放光，所以啪嚓点火 fire 啊。
这个犯一次还不行，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百字明咒，在大明的时候怎么样，犯犯犯犯犯啊，那在咒语里说火火火火火啊，使劲念火，念火火火火火起来了，燃烧，冬天里的一把火燃烧着整个沙漠。我到你们 Rogers 来，然后特别的感受这把火的温度。你们现在去外面就感受到了那把火热的这个温度。为什么我会选择在 Rogers 这个地方办班，建立我们的全球闭关中间，将来是一个很大的社区，因为这里有水有叶。昨天呢，这个工作人员安排我坐直升机上空来观地理啊，这个哇实在美，甚至这条湖的源头飞去啊，那么多小龙盘绕着在这个河上游结成的一个一个龙，总共九条龙，九条龙最后到了这个 Rogers 这个湖，我们的基地所在的湖，然后又分出九个龙头，一湖九龙抱住抱在一块儿，抱在一团，就是九龙一体，凝聚了你们美国大地的精华，是精华所在的地方啊。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大地理是从北美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冰原，在加拿大的这个卡尔加里那个城市附近开始解穴，哦，到班夫解成心脏穴，到 Golden 解成这个黄庭穴，然后一路延续下来，这个到你们这个美国来，美国来就进到这个喉以下了，这个头以上是在加拿大，然后五大连湖是这个大地上的肺，我们肺有五叶。右侧三叶，左侧两叶，你看它也是三跟二分开的。这个黄石公园里面都是火，啊，到处是火。我们专门去这个去调地理，调你们的心脏，大地的心脏，啊，那是相当于心味的，都心脏就是红的血液嘛，原发地嘛，都是火啊。就是然后到胸膈膜下面展开了，从纽约拉到这个这个旧金山啊，旧金山这一个整个是大的胸膈膜拉开了，胸膈膜下面这个有脾胃肝脏啊，这个有这个肾啊，有大肠小肠，有肚脐眼，然后有生发宫。说是我们一路来给你们整个的美国的地理场进行了一次这个治病活动，是脊椎骨弯了，从这个旧金山黄石旧金山到这个下面的这个洛杉矶优山美地，一节节的骨给你们推推推咔咔咔推进去，当我们在优山美地推完了那块骨咔进去的时候，立马看到报道，不好的报道，黄石公园大洪水。表面上看是你们这个天一个天灾，实际上你们心无力，回天无力，心没有那个强有力的力量了。为什么没有力量？里面的水是这么粗的水管，里面就是这么一点点水，就是心血严重不足，懂不懂？严重不足，人他就没有力气啊。对，你后来这个这么粗的管道，这么粗的一个河谷，是不是要填满它？填满它，这么粗的骨髓里面，是不是要填满它？所以所有的河道都暴涨，水位暴涨，满满当当，哪来的洪水到现在也不知道，不知道从哪来，都是雪山融化拿下的，黄石没下雨，
别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一看，哦，这是 4% 的相应了。心血管里面全部满满的都是新鲜血液了。骨髓里原来干枯的骨髓已经变得充满了整个骨头里面都是满满的碎，骨髓才生血吧。这个胃在哪？胃就在圣路易斯。圣路易斯有真土，有阴土阳土。我们的五行能量有三种，一种能量有三种，说是西方只是一个简单的 energy， 这个对古文化的传承丢失的比东方严重。实际在 几千年前你们并不用 ABCD 这种文字，你们用的什么文字呢？叫气形文字、象形文字，跟东方文字是一样的。1000多年前文字改革，大家图方便，全部用 ABCD， 把自己的古文字丢失了。犹太里面的古文字，埃及里面的古文字，因为你们的文化源自于犹太、古埃及，古埃及出埃及记，才有了希腊文明，才有了雅典娜文明。啊，说我们在做东西方文明史的研究的过程中，对文字进行了研究，因为我大学学中文的，啊，特别进行了考证和研究。ABCD 把文字的比方说太阳你们叫 Sun 啊，中国的太阳以前是画个圈点个点儿，就是这个中间一点，然后指示天上挂着那个叫太阳。 OK， 你们现在说 Sun 的时候没有立体的天上太阳的这个概念啊，没有这个概念。那么古文字，中国的古文字，今天很多古文字还记录着这样真实的实相的一个反应。所以你们叫圣路易斯，在中文古中文里面叫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圣，也有个圣垒，一个草字头三个田啊，三个点。为什么叫圣垒？我看到这个字我就太惊讶了。为什么？我们是在讲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能量的时候，师父传给我们的是五种能量有三重属性，三五一是五种能量。同样叫土的时候，有阴土、阳土、真土。什么是阴土？阴土就是湿的沼泽地，不能种庄稼，这叫阴土，是土泥泞，里面没有火，说是不能长庄稼。什么叫阳土呢？阳土是沙漠，没有水，太干燥，只有阴和阳恰到好处的土可以长庄稼，那个叫真土。土即田。试试你们的圣路易斯，在我们古印第安人的时候叫圣垒。圣垒，圣垒这个告诉这里面在圣路易斯有胃、有脾、有什么？有黄庭。黄庭叫中土，中间的中，中间的土，所以是三种土嘛，三个田。上面一个草字头，不是草字头，这个草字头呢，左一撇为阳，右一撇是阴，中间是阴阳放的光柱。啊，你要形象的讲这个草字头，这个草木的草，对吧？草木的草，然后是告诉你要有光，那个东西才会长，叫草，懂不懂？是中国的草字头，你们都解错了啊！是草，是代表草，不是，是代表阴阳和生光，哎，万物生，哎，它就是这个头，是这个头。
这跟西方所说的是一模不两样的。是你们今天为什么搞了这个宗教的迷信化，而不是宗教的神圣化？宗教的神圣化的时候，我们看上帝是什么？然后不要说张老师吹牛啊，是你们的经典里怎么说的？我来西方，很多人说，那面你最好不要讲佛学，不要讲道学。我说很简单，我到那个地方我就讲圣经。看看圣经里告诉你们这些子孙讲的什么啊？来，我们来看上帝是什么，为什么跟这个草有关系啊？这是圣经里面创世纪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即是神啊。这个圣经版本我特别喜欢，他直接把这个道用上了，神用上了。有的版本他故意躲避中国文化，他把它给置换了。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也就是他俩是不可分的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造，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他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一个有形有相的。说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不让拜偶像，那上帝就是没有偶像的。你们不能说是不是让你们拜佛教的偶像、道教的偶像、其他宗教的偶像，没有，你们自己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信这些神圣宗教，那你自己要破除偶像的崇拜。你不要以为上帝长得像你，你把自己当上帝了，这是现代搞宗教迷信的很严重的一个过错。谁是上帝？我是上帝，我说了算，我就代表上帝的。看看每个人都是这样，假借上帝的口把自己变成上帝了，把自己迷信成上帝了，这是你们最大的问题。上帝他不是东西，不是任何的一个东西，不是人，不是神，不是物，它不是任何的东西。正因为它不是任何的东西，所以它能创造所有的东西。男人跟女人只能生人，狗跟狗只能生狗，猪跟猪只能生猪。是上帝它不是个东西，所以它创造了万有。它自己如果是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创造万有。那它不是个东西，它又是个什么东西？这又来中国话，这个东西不是东西，东西又是东西。好，我们看它是什么东西。万物是借着它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那它到底是什么？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刚才说人死的时候，你才会把所有的光去聚向那个不死明点，那是你的灵点。有多大小呢？头发梢的百万分之一，头发梢的一百万里面的一份，那么小。那今天我们跟科学家对应的这一个明点叫什么呢？叫光子，光量子。量子是物质的最小单位，不可再分，说叫光量子。说我们惊叹古人对这个不死明点的认知，对于这个不是宗教而是神圣，神圣哲学、神圣科学的一种认知达到了极点，并不是你们今天搞迷信的把它归为为一个原始社会的文化，一个过去不发达不文明不科学的文化，它的科学超越了今天的这个科学水平，它已经可以教给你使用技术去寻找，寻找暗能量，使用暗物质，认知暗空间，这都是一气不可显现的空间。它
它是这样的伟大的科学，伟大的生命科学。你们的认知必须升华，不要把自己变成垃圾股。我们股票中有优秀股，也有垃圾股，没人要。很多人因为修 meditation 修灵修修禅修，被世俗的人认为我们是垃圾股。不是，我们才是那个20%的精英。这个世界有28法则，20%对80%，精英占20%，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文明、文化的引领者，只有人类的20%在引领。今天我们盲目的民主，把20%的精英干掉，交给80%的没有高度的这些人去做选择，就使人类社会堕落到今天，一步一步的去堕落沉沦。因为这80%的人代表着是人类的贪婪，没有灵魂的高度，没有精神的高度。所以我们动不动很纠结，我们这些人在追求着一种高雅的、高尚的、灵魂升华的一种东西，但是往往被身边人耻笑，说你们这些人有精神病，不肯认同。但是你们从圣经中知道你们有多神圣，你们是神圣种，你们是上帝种，因为你们代表着光明，代表着人类的未来，新人类、新文明、新科技，必然是包含了4%的科学技术和96%的科学技术，也就是你必须会使用暗物质，使用暗能量，进入暗空间。我们把这样的空间称为隐态世界，它向我们整个人类、整个物质界处于一种隐藏状态的。那么4%的物质是处于显的状态，就是可以显现出来，仪器可以使它显现的。比方说我们现在面对的疫情的这个病毒，肉眼不可见，仪器可以测，仪器可以监测。对，小到人肉眼不可见，仪器那这也是物质的啊。所谓的不可见而真实存在的暗物质，仪器都不可测。仪器不可测，用什么样的方法去 touch 它，去驱动它？这就是我这一堂课要教你们的烽火瑜伽里的技术啊。我们后面慢慢的给大家展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们来学一个呼吸法啊，学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你们上误闯到一个高尚的高级文明的，你们挤进20%的经营的这样的一个经营课程中了。所以我们看，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哪里？在他里头。他是谁？他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万物。所以我们死的时候，你的这个光既然是上帝的，一定要回去上帝那个地方，所以他一定要收到自己的不死明点里面，心中心里面，中央中里面。是人死不是向外死，人死是向内死，叫坍塌，也就是所有的来自头部、胸部、下腹腔、两手、两脚、两腿的光都要收到胸膈膜下面身体正中的那个地方去。是人死，真正的死亡是向内坍塌，
不是向外飞升。坍塌完了以后，以明点的形式飞出体外。飞出体外有六种通道，去了不同的空间。所以是这个，大家要对生命有真正的认知。但是因为被迫的死亡的时候，才把光收回中央中这个正点上去，所以是这个时候特别的疼。这个在印度圣贤形容它叫活着的乌龟剥壳，一个乌龟活生生的，你硬生生的把那个乌龟的壳从它的那个身体上撕裂，你想那个乌龟有多疼啊。人死的时候比这个还疼，因为所有的光变成光丝线都要一丝一丝的抽出来，回归自己的灵点中间去，还归于上帝的光中去。这就是人真实的死亡，在圣贤洞察到的事项。正因为这种痛苦，你产生了嗔恨心，就是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不要活了，疼的这个样子的，你的心定不住，不能安住，所以是你下地狱了。你的生命并没有飞升回天国，在痛苦中下地狱了，因为产生了嗔恨，有毒啊，有毒。所以是大家对生命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认知，生命在它里，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生命光本身在你的肉体里面，但是你的肉体是个黑屋子。什么意思？你们没有进行专业训练的时候，你的人体内是黑的。为什么？你的眼睛不向内照，耳朵不向内听，鼻子不向内呼吸，舌头不向内传输火，你都是向外，向外，向外看，看 LV 包，看名牌手表，看这些物质的东西。然后，所以是你们女性就去逛名牌店，啊，逛名牌店逛完了就是累的，是吧？半条命，累死。为什么累死？你们去放光了，看 LV 包很漂亮啊，爱马仕啊，然后这啊出来声音就这个舌头往外开，在那说：“哎呀，这个包好啊，这个扣设计的好，这个皮子好啊，这哎呀妈，没钱不买吧。”然后去放光放电，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光往外放放放放，里面是黑的，都放到外面去了。耳朵就听人家说什么包好，什么名牌好，什么耳朵也向外去听了，嘴巴也去梆梆梆梆在说，眼耳鼻舌意念更是晚上做着梦呢，还想在那挑包，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在向外，是里面是黑暗的，里面是黑暗，里面有没有光？有，你活着里面都是生命光，所以是黑暗不接受这个光，不承认这个光，并没有说因为你向外它就丢失，所以它是金刚不坏的。然后所以是你要做什么，你需要把这个光向内照，叫内主身体里面的这个城池，把城池点亮。内主，主是蜡烛的主，向内用烛光点亮自己的内在的这个五脏六腑，内在的国家，颅脑腔、胸腔、下腹腔，内主天国，天国的殿堂在你的身体里面。说圣经里说，走进主的殿堂乃是让你走进自己身体里面去寻找
你身体里面的上帝，那上帝就是你的生命光，所以你要去找体内的光，使它燃烧，使它放光，像太阳一样的放光，像月亮一样的放光，像星星一样的闪亮。 Yes， 这个时候你就与上帝同在了，因为你和光同在了，光即是上帝，上帝即是光。说是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在福音里面有。然后这人来为要做个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将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这个光就是上帝，他教给人的方法就是内观法，叫内观禅，叫冥想法，叫止观法，叫灵修法。灵是那个光，灵不是个什么东西，不要空来空去，要专注那个光的凝聚。这是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个光，不是信他自己。然后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上帝的光，内主的时候，内明的时候，可以让世上的人得到愉悦，得到幸福。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就是指的上帝的光，世界却不认识他。你们天天拜上帝，你不知道那个光即是上帝，你不认识他，因为你心里有魔鬼。魔鬼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样子，那就是你自己，你觉得你很伟大，实际上你是魔鬼，因为你有我慢。你觉得自己了不起，实际上你是魔鬼，你是撒旦。你有自己一个形象不变，觉得自己镜子里的自己是自己，觉得自己的知见是自己，你就是撒旦。你如果是要做上帝的子民，你要做上帝称职的徒弟，你必须是那个光，没有自己。光它有个特性，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光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空性的，不占空间，明体的，永远的明亮。所以是光有两重特性，大家要记住，不占空间。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再来1000盏灯，那个光还是可以容得下的。这是光不占空间，就是没有自己，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办公室，这是我的道场，这是我的什么，只要有我的，你就是魔鬼撒旦。只要没有我的，一切都是光的，就是上帝的使者，你就是大天使，你是在传播着上帝的福音在人间。这要认知，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的有两个我的，一个身体为我的，以身体为我，以汽车壳为我，忘失了驾驶员，不知道在自己的身内有一个真主，这个真主人就是上帝，就是你那个光啊。光有三种形态，光粒子的形态，光团的形态，还有形体的形态。我用面粉来举例子，面粉是颗粒的，风一吹，电风扇一吹，哇，飞得满天都是，是颗粒的，小颗粒小颗粒的。这种小颗粒没办法作用，不能蒸馒头，你拿一颗粒的那个针尖大小的面怎么去蒸馒头？
说你非得用水去和面，和成什么？和成面坨坨，和成一坨，这个叫圆坨坨啊，先是光灼灼，后面是圆坨坨。那光灼灼里面还有活泼泼，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面粉蒸成馒头，做成面包，成死面了。面粉这个活成面团，没蒸它的时候它是活的。为什么？你可以做成馒头，可以做成饺子，可以做成 noodles 面条，它是活的。活的就是百变的，死的就是只能变成这个样子的，不能再变了。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形体，就是这个光可以聚合成一个形体不散。那这个形体不散的就有样子了，就长这个样子了。啊，你蒸成馒头就是馒头的样子，做成水饺就是水饺的样子，做成 noodles 就是 noodles 样子了。你再一煮，它就不能再变成面粉了。是不是光有三种状态？光点的状态，光团的状态，光成形体的状态。光成形体的状态，你长这个样子，你这个躯壳就是光的模具，在这个躯壳里面充充满满的光，再把这个光体倒出来，躯壳拿去埋了，你就成了上帝的先知，成了上帝真正的儿子，你就成圣了，你就永生了，你就不死了，你就跟上帝同在了。 Understand?Understand, 鼓掌一下嘛，别睡着，看着听着就都要睡着了的样子。这就是金刚身，这就是身内身，身外身，是不是？那么这就是光的三种状态。是不是人的壳做了个模具，倒出一个人的上帝？树的壳倒出一个树的上帝？大山的壳倒出一个大山的上帝，孔雀的壳倒出了一个孔雀的上帝。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万物的，创造万物以后又不毁坏万物，乃是让万物获得永生，成为和他一样的光。一旦成为和他一样的光，你就获得了永生。你在人的躯壳里获得永生的时候，你就做了天上的天使，你就在传递着上帝的福音，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上帝真正的教法，不让你做人，所以你不能够以这个肉壳身去满足肉壳身的需要而去活着，你应该为那个光活着，你应该去打上帝的工。上帝的工，做工就是上帝的目的，生了你这个人就是让用你这个躯壳做模具，生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上帝之子，在人间传递上帝的福音，这就是上帝的工。你们倒是去为了那些魔鬼打工，魔鬼让你们贪婪，贪钱、贪色、贪名、贪利、贪睡，财色名食睡是魔鬼，是撒旦。我们的整个社会教育现在就是走向了撒旦教育，教给你怎么牛，然后教给你怎么去赚钱，教给你怎么有豪宅，教给你怎么去展示自己的牛皮哄哄啊。这一切都是撒旦，贪嗔痴疑慢，贪婪，财色名食睡去贪婪，贪而不得嗔恨，产生嗔恨嫉妒，没有大爱，没有博爱，这就是魔鬼。说是
痴愚痴，以为这个肉身是自己，还以为自己的知识经验是自己，先入为主。我们有两个我，一个有形的我是自己的躯壳，还有一个我是意识的我。这个意识的我总共分成八种意识：眼识、耳识、识别的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眼耳鼻舌身，还有一个意识。这六个聚合成了一个我，我知我见，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我觉得错的就是错的，顽固不化，执着自己的妄想，执着这个念头，执着自己的思想，这是魔鬼啊！因为上帝是百变天王，什么都可以，尽虚空变法界，无善无恶，无对无错，因为他是光，他恒顺着众生，你愿意长成树的样子，他进去你的树的躯壳里，充充满满这棵树，让它有着生命。你愿意长成小鸟那个样子，他也进去小鸟的躯壳里面，让他的羽毛绚丽，让他的鸣叫声脆清脆。你愿意长成大山那个样子，他进去大山里面，充充满满的光，充满着整个大山，养育着山中的生众生，养育着山中的各种生命体。你愿意变成人，他现在进去你的躯壳，充充满满的光，充满着你的躯壳，那光是上帝，他并没用他的样子替代你自己的样子，而是恒顺你长成那个熊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挺漂亮，但是别人看你就那个熊样呗，你看你那个小样，中国话，你看你那个熊样，什么意思？不是人，你是光，光才是你。这个身体这一辈子长这样，下辈子它不长这样，你别去执着它。你执着于这个我知我见为我，执着这个肉身是我，这是什么？这叫愚痴、愚昧、痴呆、傻子一个。所以是我们贪嗔痴疑怀疑圣贤所说，因为你的那个我知我见老是否定心知心见，顽固不化的支持自己的见解，执着自己的见解，这是毒，这是错误的。你要舍念清净，不要再执着这个不行，这样可以，那样不可以。人规定的都在变，你们知道几百年的历史，几百年前没有电灯，几百年前也没有话筒，前十几十年也没有 internet， 世界在变，你不变就叫老顽固。那么有一个不变的就是那光，充充满满整个宇宙的光，充满着你的身外，充满着你的身内，但是它在你的身内，你身内的黑暗不肯接受它，不要认可它，它宁肯这个屋子千年的暗室，万年的黑暗，你不肯打开自己的窗户，不肯打开自己的心门。我这一次去圣路易斯，你们那儿有一个大拱门啊，那个门被我打开了，据说是打开那个门就打开了美国所有的通道啊，要掌声你们就大点声。这是我来是给你们开门的，开什么门？幸福之门，
财富之门，健康之门，一切善的愿望能实现的门，也没有掌声，门开了都没有掌声，你怎么去开心呢？不是害你们的，不是让来你们过得更难受的，那你跟我学什么东西？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修行者是最幸福的，因为我们在找回家的路，因为你是光，你是上帝，因为你是如来，你本来是如来，因为你是道，你本来是道，不是因为师父让你成道的，不是师父让你成佛的，不是师父让你成为上帝的，因为你本来是上帝造的，你本来是如来化变的，你本来是道生德养天地人三才聚合的，是你迷了，没有觉醒，没有觉醒自己的身内里面还有一个自己，你现在要觉醒，觉醒了，这个大门师父从外推把力而已，那个里面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黑屋子里面的主人要从里面肯把那个门栓拉开，师父用力一推，这个门就开了。你倒是把那个门栓紧紧的牢锁，不肯打开这个门栓，外面的人再怎么用力也推不开你这扇大门。这师父是让你睡醒的人，让你觉醒自己这个躯壳里面还有一个真正的我的人，唤醒那个我，打开自己内在的那道锁，是你自己把自己锁了，锁在暗室里面，是你自己把自己愚昧了，处于黑暗还觉得是无量光明，是你的心门要打开，你的天门要打开，你的地门要打开。你的天门就是你的这个两个天目的大门，这个叫天门。你的心门在胸腔膻中这个地方，要打开这个心门，然后肚脐眼下面是你地的大门，通往地球，通往地球，连接地球场性的大门，天地人三才的门打开，你内在的黄庭里面，心中心里面的那个不死的金刚城里面的那个真我的四道大门才会打开，打开它，你就不死了，你就见到自己的上帝了，你就见到自己的金刚不坏身。这是身内身和身外身，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是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就是这个世界中所有的都是上帝的光创造的。他进去了大山，山有了光就不会崩塌，他进去了绿树，树有了光就不会干枯，他进去了人，人有了光就有生命，他进去你的肝脏，肝脏有了光就不生病。你的肝脏里没有光，是黑暗才会生病。如果想办法打开肝脏这个城池的大门，让上帝的光和你的肝脏这个城池里的所有的众生同处于光明无量中，你的肝脏都就变成光鲜的肝脏，就没有病。这身内身的认知是一层一层的认知，随着我们课程的展开，给你们再慢慢的去体验，因为它有技术方法，不是光今天这次课你们这么老远花那么多钱来只是来听个理论，是有 technology 技术方法给你们，要学这些，要应用这些。然后呢，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指的那个光啊，不是耶稣。很多人把这理解成这是耶稣，耶稣要来大家不接待，不是，是指的上帝的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你们，你们要接受这个上帝光，你们接受上帝光可以激活身内身，身内身的身内身，它有多重的身。那么这些身内身被激活的时候，这个身，身内的身，它就是神的身。刚才说它有形体，它有形体，是不是这些神都出来当家做主了，你这个肉身就变成神的工具了，你就变成神的儿女了，听神的话了，不就这个意思吗？是圣经你们读懂，因为你少了前面的身内身、身外身的教学。现在圣经传世2000多年，也到末法时期了，也被人曲解了，都用大脑。刚才说，随着人身有6种意识，眼、耳、鼻、舌、身、意，在意的层面又有3重意识，第6意识、第7意识、第8意识。第8意识是个大仓库，把你们这一生从小到现在的记忆历练的事情，通过 DNA 基因的纠缠储存在你们的阿赖耶识中。这个意识库特别巨大，它不单装了你今生的东西，还装了你过去生的东西，乃至从人类的第一个人诞生的东西，都全息的记载、印在、保藏在、直藏在。直藏就是坚决的要藏，不让让它丢失，叫直藏。这个阿赖耶识有能藏，能藏它就是它能够把你过去生的记忆、今生的经历的所有的东西都藏在里面，这叫能藏。所藏它有处所，处所在基因里面。我们今天科学家说基因里面我们只用到1%几的基因，98%几还是97%几的基因是垃圾基因，它叫垃圾基因，那才不是。你把基因展开，里面都有所藏，藏的是过去的东西，藏的是你父母遗传给你的东西，藏的是你父母遗传的九族的东西，还藏着你过去生生世世的东西。这就是人的一个第8意识。第7意识它有个特点，它叫传递使者，它不停地从第8仓库里面往外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给第6意识，让第6意识发挥作用。我们看眼前这个花，哦，这是牡丹，哦，这是玫瑰。那么刚生的小 baby 知不知道它是牡丹它是玫瑰啊？没有。为什么？自己的那个阿赖耶识的仓库里面没有传递信息给他。当你们成长的时候，慢慢认知这是玫瑰，这是牡丹，传递到自己的阿赖耶识中。当你再看到玫瑰花、看到牡丹花的时候，你第7意识啪从第8意识的仓库中啪掉过来，这是玫瑰，这是牡丹，是这样的。所以是第7意识是一个使者，是个传递的使者，是你过去生的认知和今生的认知传递到第6意识，让你产生认知的一个传递的使者。第6意识是个指挥啊，说有玫瑰有牡丹，拿玫瑰。为什么要拿玫瑰？今天要去泡妞要送玫瑰啊，今天要见一个大富长者拿牡丹，因为牡丹表富贵，我今天不能拿玫瑰。结果那个长者是个女的，还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泡她，说是不能拿玫瑰，就必须拿牡丹。我在香港给一个人调婚姻
啊，我们这个功夫师有很多本事啊，会医学，会占卜知未来啊，会这个看命看天上的星啊，叫星学。那么会看砍鱼地理风水啊，住宅风水、办公室风水、城市风水、大山砍鱼地理学啊，然后这个叫相学。那么还要会这个生命长生不老的学问，叫山学。山旁边加个人叫仙学，叫神仙学啊，医卜星象山。这个如果你们好好学，要跟师父学这五大门科学，不是简单的一个呼吸法，一个 meditation， 一个 relax， 然后就概括了所有的东西，不是。这是一门大学问，它关乎天和地的实相、生命的实相、未来的人类的走向、未来这个世界的走向、地球的走向、宇宙141年后的走向，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要应用的技术中去帮助这些事情。所以是大家要重视，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住那个光，不是信一个人，要信那个光，要接待那个光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就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女儿。有的人说，师父你凭什么可以让天下雨，你凭什么可以让天不下雨？我有权柄，他赐给了我权柄，他是上帝，他是光啊。我只要有这样的权柄，敕令所有的神明为人类的新文明做功德，你们也会同样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你要接受这种光，你要懂得去寻找这种光，去应用这种光。你能够寻找到，你能够应用，上帝才给你权柄。我在梵蒂冈那个地方，现在天主教的那个梵蒂冈那个主教堂，带了一群50多号人去那儿参拜。其实很多人很奇怪，师父你到底信什么宗教？我信光，是光我就信，光化成的如来，光化成的道，光化成的上帝，光化成的真主，你为什么不信呢？你相信百灵鸟它是美的，你相信兰花草它是美的，你相信蓝天白云它是美的，美的就是我要的啊，那就是大爱，就是没有缝隙的大爱，没有隔阂的大爱。说我们看到在非洲，他们这个请了一个观音，观音长得黑色的，我们的观音是白黄色脸描黄色的，哎，他的观音是黑色的。有人说啊，这个不对，观音不是你们这种黑皮，因为他们是黑人，他们喜欢黑的，然后就是这个观音变成黑人人种了。有些人就攻击我说太美了啊，因为观音是光，他没有固定的形象，那到了黑人呢他就应该黑，到了白人这就应该弄个高鼻子的观音啊，那才叫美，那才叫相应。什么叫这个非的一个固定的相呢？是只要是那个光充充满满的，那就是观音。你虽然摆着一个亚洲的观音还是什么国家的观音，但是它没有光它就不美，它就是个死的，它就是一个陶瓷儿，它就是个木头。你搞不好还招来了一个动物灵，狐狸精、蛇精、什么鬼精、鬼怪跑到那个身体里面，哎，那还麻烦了，那不是观音，那是个狐狸精假冒的。所以大家要知道什么是圣贤，光，光
就是那圣贤。是金刚经中说，以相求我，世人行邪道，若见诸相非相，是见如来。你以一个固定的相来求佛、求菩萨、求上帝、求圣母，你就是邪恶的，行邪道嘛。你要看到所有的相都把它破掉，所有的圣者充充满满的都是那个光，它叫上帝光，它叫如来光，它叫道光， N 多种光，它就是那个光，你就见到了真实的圣贤的相。这个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记住，你们是从哪里生的？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我们这些人都是父母交欢生的，是不是？这等人不是血气，从血气，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染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哪等人啊？哪等人啊？上帝的门徒，你们要认知，你们的身体里面再要生出个人来，生出一个人来，人的 body 来，要长出人的身体来，这个人再生出来，不是男女交欢出来的，不是从人的意识中出来的，不是从血气中出来的，乃是从神生的。神是光，你要用自己的躯壳来聚光，让自己重生。真正的重生是活着从躯壳里生出去，不是死了再来，而是真实的活着的时候的重生。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们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光做的身体呢？它是金刚不坏的。真正的 meditation， 真正的灵修法、禅修法是减法，不是加法。我们有加减乘除，是要减损、减损、减损，不是增加什么，是减去什么，减去你的贪，减去你的嗔恨，减去你的怀疑，减去你的我慢，啊，减去你的愚痴，最后把所有的贪嗔痴疑慢都减成零，你就还原了自己的本来。因为你本来就是善，你本来就是光，这就重生了。这个重生是还原法，不是多了一个，是还原了自己的本来，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你们认知这个躯壳是我错了，你认为你的知识见解是我错了，去掉自己的身体，不在乎它，用它做工具，做个汽车壳，去掉自己的思想，换成空性的明体的知见，恒顺众生的知见，没有固执不变的知见，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知见，没有任何东西捆绑自己的知见，你就成，你就成了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区别于双生子，人类畜生都有父母，都有雌雄，都有公母，那是双生子。独生子是你自己，自己不和任何的对象搞情欲，自己在自己的躯壳里使自己的本来的那个金刚不坏的上帝给你的 baby 让他重新活过来，荣耀他，就是独生子，不是耶稣。有人问我，师父，这个耶稣
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上帝太不慈悲，为什么只派一个儿子来？77亿人，一人派一个儿子来，这每个人都就得度了？我说你错了，独生子是你。 OK， 时间到，我们第一堂课就告诉大家重视身内身，把自己的身内身认知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的知见，换一个全新的思维方法来上接下来的课程。好，谢谢大家。